大家好，我现在刚刚起床，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天，然后我现在去洗漱。那天我的值班大家还满意吗？然后那天你们给我的评论我都有看到了，然后今天一天打算练习一下喜欢的 hip， 还有那个有 boss 说我的普通话发音不好，然后今天我也会练习一下。现在我已经洗完漱，吃完早饭了，然后现在要去给你们跳你们喜欢的 hip。这个舞蹈其实我看过很多遍了，然后现在学习一下后面的这个部分。好酷啊！你这花沙姐姐这里是，好像是这样子。做这个糯米糍，这是昨天我蒸的玉米团子，然后还有豆沙馅，然后草莓，哈密瓜。然后现在要先跟妈妈学习一下怎么擀皮，擀这个糯米的皮。怎么弄啊，妈妈？这样捏吧，把它捏捏成一个皮儿。那个我是已经包好的，怎么听不听？捏个这个，就这样捏，像擀的似的，捏圆了，捏薄了，中间不要太薄了，周围薄，四周薄。对，上次我们，你看过我们那个过年包饺子那个视频吗？看了，是不是特别的？但是我跟你讲，我包的还行吧。捏边儿，捏边儿，不要捏中间了。可以了吧？可以了。放一，你放什么馅儿？然后放一个草莓的。草莓太大了，切开吧，包不进去。我来先切一下。放一半。放一半，放在这个上面是吧？还是大。再切一半。你怎么买这么大？漏了，再捏捏这边，告诉你中间不要捏太薄了，中间捏太薄。算了，吃掉，重新捏一次。好了，我包好了，用点豆沙吧，我包豆沙的吧。好，感觉我包水果包不进去。
我洗手了。去拿一个小勺子。小勺，这么小。现在是我们家的甜点时间，其实我们就是平常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吃甜点呀，做这个糯米糍，这两个是我做的，然后其他的是妈妈做的，然后感觉现在我是一个美食博主。这个是哈密瓜馅，吃一个草莓的吧，这是草莓的。是很好吃的，主要我这个皮子好，对不对？甜吗？偏甜，草莓就显得有点酸了。但干吃草莓，其实草莓是很甜的。那现在我来读书了，这本是我之前也在读的一本书，我们从我读到的这里开始练习吧。啊，丝毫未变啊，也应该是明治十三年开业的。哦，电器白蓝的招牌也依然如故。石生异常兴奋，虽说已过了20年，20年，喂，你在说什么时候的事情？もしもし。여보세요。왜？もしもし。哈，龙哥。你在家无聊吗？还行。我感觉，哎呀，发霉了。哈哈。咱俩打电话干嘛？咱俩玩个好玩的吧。我最近痴迷于做菜。咱俩配合做一。你是真的闲？你还做菜？咱俩配合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吧，就咱们两个。什么意思？你炒西红柿，我炒鸡蛋，咱俩配合做。哦。嗯。我的天哪，你的脑洞真的厉害。我也觉得。可以。想这个脑洞厉害。我们。各做各的，做好之后我们再来一起炒一下，看能不能炒到西红柿炒鸡蛋的味道。好好，我把西红柿给你倒里面。好。隔瓶给你。少放一点盐啊。你多放点糖啊。OK。啊？你多放点糖啊。不是，西红柿炒鸡蛋怎么能一个咸一个甜呢？你要不放糖的话，西红柿会很酸的哦。没关系，我不能吃太多糖。加油 ！Hello， 现在是于老师的做饭时间。现在我们直接开始打鸡蛋。开火，让锅加热，打鸡蛋。鸡蛋非常的好看。往暖锅里加入。等油热，往暖鸡蛋内加入一点点盐，加入一点点鸡精，我的妈呀，放葱花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炒鸡蛋了。你们看。
美食的味道。虽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鸡蛋。哇，金黄色。现在我的鸡蛋已经可以和龙哥的西红柿去约会了。什么？这怎么被你看成是蛇了？哦，龙啊，小恐龙啊。你终于做完了。你的西红柿怎么样了？我给你看一眼。就剩五个了吗？就剩五瓣了吗？我还没吃呢。你给我尝尝你的西红柿好不好吃？尝尝好不好吃？啊。你也给我尝尝你的鸡蛋好不好吃？吃啊啊啊！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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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好吃了啊！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嗯，好吃。